咧，大多數咧都係中學時期咧會聯合唱街啦。我哋咧成立呢個團嘅目的咧，係想咧提供一個平台俾青少年認識合唱音樂啦，同埋喺本地咧去推動呢個現代音樂嘅發展。我哋希望去推廣合唱音樂嘅同時，能夠向為觀眾去說一個故事，去表達一個訊息。今年我哋 The Greenest 三周年音樂會將會以 Tastes of Life 人生滋味作為主題。咁我哋成立三年以嚟咧，就參加咗唔同本地同國際嘅表演啦同比賽嘅。咁啱啱過去嘅2012年咧，我哋就代表香港去咗韓國參加釜山合唱節啦，咁就攞咗呢個銅獎同埋最佳指揮獎嘅。咁今年咧，我哋亦都參加咗第65届香港校際音樂節同埋香港國際青少年合唱節嘅。咁我哋就分別咧就攞咗冠軍啦同埋 Gold A Award。音樂會將會分成三個部分。分別是 joy、darkness 同埋 love。透過三個部分的故事同埋樂曲，希望觀眾能夠感受到，無論你喺順境定亦或係逆境，總會有人喺你嘅身邊支持、鼓勵你，一齊去感受人生唔同嘅滋味。10月1日晚上7:30，係講晚上添。夜晚7:30。夜晚7:30。夜晚7:30。牛池灣文娛中心。一定贏！